你好，我们是全捷科技，我是高金海，我们现在开始为您做教学展示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一个 one sample 的 t-test， 那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，那我们也利用这个来简介一下 SQL Pro 的一些统计的操作过程，一个入门的。 OK， 我们开始了。那这是关于 t-test 的简单的一些学理的说明，就是我们把这个平均数来跟这个 sample 来做比较，那如果有差异的话，然后它的假设就是这个等于 mu 等于多少，然后它的几率是多少，那如果拒绝的话，那就代表它们是跟假设的 mu 哦是不相等的。那我们当然先要开启我们的换例档，这个是已经内建在 SQL Pro 的换例档，那是在 statistic 的 sample 里面哦。然后它的样本很简单，就只有这几个，八个而已。但当然你也可以哦，使用 size min 跟这个标准差标准入这个方式哦。然后我们就开启它之后，在 statistic sample 里面的哦，开启它之后。然后去选择哈 statistic 或 analysis 啊，目前看你的版本啊，然后在 single group 那就个 one sample 哈，然后在这个 row 这里面，因为是原始资料嘛，因为这个 sample 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就是原始资料 row， 然后把它框下去，点下去，然后就 OK 了，然后这个就是把做出来的检定的结果。然后我们的这个 p value 大概是等于多少？那是 0.495， 那代表它蛮大的，无法拒绝，就是跟这个 sample 的平均数哦，跟你给定的平均这个数值是无法啊、无法拒绝，它是不相等的。OK， 然后再过来，我们可以建立起它的图形，根据统计的结果。然后我们画一个 scatter plot 跟 color mean 这一个，那就把它画出来。那等一下我们会把这个夸张一点，用不同的颜色啊，啊就是单这个是这个过程哦。然后另外使用哦 mean size 跟 standard deviation 跟 standard error 标准差跟标准，这个你也可以做哦。那做出来结果当然还是一样。那这是一个学理上的公式的一个说明，那有兴趣可以看统计的书哈。那我们等一下就开始实际上真实的操作给大家看一下。OK， 那我们来开始的哈，我们先 open 它，然后就放在这个预设的哈。如果你装在西草 Program File 的 SQL Pro 的，目前是12的版本哦，那在 Sample 里面11也一样。那在 statistic 这 sample 把它打开，我们 scroll 这右标拉一下，在这个 sample t-test 这里面就是我们的 data， 那我们可以看出来它这个是原始的资料，然后另外一种是 size min 跟 standard deviation， 那我们开始先做一个原始资料，我们在 analysis 这边按下去single group， 那这有两种，一种就是符合常态分配，如果不符合常态，你要用这个，用这个 range 啊，就排序的方式。那我们按这个下去，那这边我们就有 raw data 哈，我们这边选 raw data 就好了哈，按 next， 那这个已经把它给，就把它框进来了，点进去是这样 ，finish， 把它放大一点。那就可以看到它常态检定是有过的，然后是基本叙述统计一下，然后它的 T 的统计量是这样子 OK， 然后它的双尾的是零，双尾跟单尾的都没有过，那做如果做 T 检定这一个等于的话，你用双尾的 0.495， 那到底没有过，那到底我们图看一下，在这边 result 这边看一下 ，OK， 我们画第一个图 ，OK， 好，
那这个图我们就可以把它修改一下，就是男生跟你跟 male 跟这个比例这个值做比较，我们把这个把它放大一点点啊。那你这边以后你就可以用这个西瓜 Pro 的这个去把它哦调整它图形，那我们把它夸张一点，那这个 cap 这帽子左右这边把它调的夸张一点，那颜色哦我们随便我们高兴的 OK。那如果你是在这个symbol这边哦，我们可以把这个调大一点，然后我们这个填的色我们把它用这个色好了，那这个没什么特别的哦，就是看你要不要做而已哦，你要做什么色都可以。就是调透明度，这属于绘画的部分啊。那这一个哦，做如果用原始数据的做的方式 ，raw data 是这样。那我们可不可以用这个 size mean 跟 standard deviation？ 当然可以哦。我们现在再做一个哈、哦，但是你一定要在这个 data 里面，我们开启这个 single group 这一个 one test 啊、哦、，one sample test。我们这时候就要选哦，他给的 mean size 跟 standard deviation， 我们来选这个。然后 next， 第一个我们是选 mean 就要选这个 size 哦，几个样本数有八个，然后标准 standard deviation 标准差，然后哦按 finish， 然后这个一样，数据跟刚才的统计出来的是一样，那图我们一样。在我们这里面一样可以把它画这个图，而这个图有点困难，因为它没有原始数据，所以就画不出来。那这个展示呢，就做到这里截止，谢谢。全捷科技，谢谢您，再见。